欢迎收看大荣市坝华语新闻，我是刘凯先。坐落在大荣市坝的观念念生态休闲农场是马来西亚第一家以自然生态保健旅游为主题的燕子生态公园。这里环境清幽，是近距离接触燕子生活习性的好地点。现在就跟随小主播刘凯先到那里走一趟吧。观念念生态休闲农场内有各种不同的设施与服务，是一家大小体验生态旅游最佳的选择。来到这里，不仅能品尝到美味的燕窝，还能了解到养燕的知识，例如燕子的生活方式、燕窝的管理、清洗与挑选燕窝的过程等。观念念提供各式各样的生态活动，一家大小都能参与，让都市人体验淳朴生活，重新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大荣市坝小主播刘凯先采访报道。